厝就袂当爬起个，讲袂当爬迄个天顶，袂当爬到遮。我这红灯遮久，拢偌钟个？没有，这要下到堤顶啊，堤岸高速公路啦，啊，这是堤顶较紧，较无车啦。5点多不是都没什么车吗？本来就都没什么车。有高速公路平面车很多。像这耽误时间就无同，因为我甲原来上来就无同，换唔着平，你就无时间就无同啊。遐就是有啥一啊一高，一高对，但是成功交流道，拄好下来成功交流道应该是无同啊。咱即摆拄则出来着，通着，迄个迄个旧庄路着对啊。这条旧庄路吗？是吗？安康路。新明路。安康路是横的。安康路是左转，新明路是右转。也是横的。啊，这条是成功路。这条才是成功交流道，啊，我要对安康。